台上更新了一张秦舒培推着婴儿车与女儿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合照，并配文纽约中央公园里的神奇户外建筑。照片中小阿莱亚坐在婴儿车里，戴着红帽子，只露出小小一张脸，非常可爱。之前陈冠希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张秦舒培抱着女儿与 Ralph Lauren 创始人拉尔夫劳伦的合照，并配文我会在他20岁时把这张照片展示给阿莱亚，他绝对会大吃一惊。照片中拉尔夫笑得慈祥，小阿莱亚被抱在妈妈怀里，露出小脚丫，十分可爱。2月10日，秦舒培通过品牌微博晒出了一张和女儿阿莱亚一起懒床的自拍照，并配文称早安。照片中的母女俩身穿白色睡衣，素颜出镜的秦舒培气质依然不减，皮肤光滑，满脸的胶原蛋白。女儿阿莱亚依靠在妈妈肩头，非常可爱，小奶牙很是强劲，一脸萌笑的阿莱亚和陈冠希太像了。就在秦舒培发完微博没多久，陈冠希也在爱奇艺上晒出和女儿玩耍的照片，并配文 Who deserves this more。 照片中的陈冠希拿着糖果，在糖果的诱惑下，刚刚还在懒床的阿莱亚瞬间化身小吃货，流着鼻涕去拿陈冠希手里的糖果。